还没结束呢。哎，咱们怎么又在战场上了？这个游戏应该已经结束了啊。哎，还没结束呢，欢迎你们来到200块帝国。丹英有死，他要重新签名吧。在天剑姐丹英那个肉体死掉了啦，要等待百年之后了。好，被复活，他应该不算被复活吧？如果是被复活，那个制作组设定就错误了，因为在天剑姐中，丹英是说他自己会复生。丹英疯，好来，我嘞。这是新的妖魔种类吗？我们虽然不是妖魔，但我们比怨念比妖魔更可怕。你可知道我们是谁？在他见识浅薄，还望阁下见教。我们就是在天地劫中从头到尾刚刚演出了200块群，我们流血流泪，扮演各种怪物，被你们砍，挨你们的炸，演出的工资却只有临时演员的200块。然而我们翻身的机会到了，老导和我们约定，只要能打倒你们，我们就有机会升格。扮演你们这类的主角人物，不用再穿布偶扮夜之和裸鬼了。我们要掏出200块的圣地和你们一决死战，看到底是谁比较厉害。 What？ 搞不懂这些家伙在说什么。管他的，反正这些怪家伙扮人民就是校正，既然他们要打，咱们奉陪就是。这话说得很对，怎样？咱们来一决死战吧。敌方虽然貌不惊人，但如此有恃无恐，显示有惊人异业，大家小心应战。好，先存个档。先让四鬼大家看会不会死。好烂哦，超烂的，这样出来根本没屁用。现在只能打四只，夏威夷放个狂魔好了。然后再放火灵神剑，应该可以去干掉四只吧。轻轻松松。下来是光属性，我直接不抽。直接生气哦。夏威夷，你说他火也是可以，然后你说他按属性也是可以。好，就这样。哦，还有法术法师，忘记了。哦，还好没打中。还好还好，两只没打中，漂亮。
哦，一个是士兵，一个是200块。没想到天意界还有这么强的妖魔，哎，总算打败你们了！依照先前的约定，我们这些升格为正式主角，演员费也跟着水涨船高，不得只是拿200块了。可是冰岛那边好像还没有配给我们 case 哎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他们都写个脚本自导自演，例如《天地劫前传》《200大反击》之类的不就好了？这种题材恐怕没市场吧，今后是我们200块的时代，由不得他们不看。哎，还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然后就这样死了。OK， 要硬件名输了就 GG。 OK， 好，哦，神会听光夏侯仪会不会死啊？还好还好，哦，第二批来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只放硬件瓶，一招就把他毙了。这样硬件瓶就会一直被打，这样是不好的啊。哦，还好，还好。NASA。哦，挡住挡住，现在硬件柄身上是有放狂魔大法跟血刃之咒，所以普通攻击可以砍2000多滴，合情合理。两个，我挡住又挡住了，强！看光远就是强。OK， 感觉我可以打很轻松啊。啊，这边先转到。第二波小兵应该可以轻松带走他们。玄乐拳蓝可以四只，可这两只已经快死了。右边三只，右边三只。哦，打右边三只好了，可有必要吗？这也就用，好了，用了。啊，可是没有放狂魔大法，应该带不走。哎，可以带走了 ，OK，OK， 很好，很好。这边两只不用怕，硬件品直接上去杀一只，它可以打2000多滴，所以弄这个。OK， 一击。好，再来。
两只。超烂，烂死了。金刚好了，好了，应该也可以带走了。OK， 好，再来前面这只，它我记得可以一次打两个，那直接用天降奔裂好了。怎么太浪费了？啊，算了，留着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站原位就好了，好像打完一波之后他们就会接着下来了。好，这么就轻松了。哎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刚国王动了。剑柄好凶哦！哦，还好还好，我忘记帮他补血。等下那个200块士兵打我就死定了，拜托不要打我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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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哦、还好还好，这不是200块士兵。王霸剑会看攻略玩吗？应该也是会啊，因为我怕漏失掉一些东西，就看攻略玩会比较完整。我是这样想啦，我应该都看攻略玩没错。冷霸扣，对，冷霸扣关卡。我靠，这么痛！我靠，还好撑住了。哦，对哈，我应该放地狱之阵的，都忘记我有这个。地狱之阵是防御率增加的法术。哦 ，OK。今天音节玩完的话，如果还有时间会直播一个手游游戏啦，就看大家要不要看了，也是新的。然后今天就是这样 ，OK。好像可以放个地狱之阵哦。嗯，那没关系，看情况再放。他们排一排刚刚好，200块士兵。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个回合，他们走下来。我想一下哦，怎么样打会比较好？有点想放火轮神剑的，可是前面这几只在普通攻击一下就死光光了。啊，算了，直接火轮神剑下去。哎，这个不能放，靠腰。哎，扛得住啊，再补血就好啦。
这种关卡没有各位想的这么难，真的真的。啊，这边好了。应该全死了。我、哦、8000，没办法，增长是我的习惯。啊，按错，不是这个。地狱之阵好了。不要碰，凤凰就不要过去了。地狱之阵，好，其他人休息。好，其他人休息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个肥肥的国王开始动了，我觉得打完他还有两只啊，忘记叫什么名字。430。然后法术放了这么远哦，哦，532、535。啊，仙人超会扛不住啊！只要敌人不爆气，应该是扛得住。有放地狱之阵的，应该扛得住。啊，还好还好，还好找上官员。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。OK，nice。解决好，上官月，哇，好，没关系，走到右边来砍他，先砍死他。好，砍死他之后，在上官月走到上面来砍死他。为什么会大家会知道这件事情呢？到底是谁帮我宣传的？是佑哥你吗？佑哥，应该是的、啊。然后这一只，另外一只，好，用无我换无。哦，直接解决 ，nice。好。他们要几个？算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2、3、4、5，五个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知道了，先往前走。
OK， 就这样。OK。所以以前的上战场啊，都是绝对是拿那个长枪跟戟在上战场的，拿剑都很少啊，拿剑都不是为了，就是近距离才拿剑吧，远距离就直接拿给你拿那个长戟了，谁在给你拿剑？左北子啊，好像左北子还是右北子？如果是以你看哦，上官羽像这个这样的方向，它是右撇子，可是刚刚的攻击是左手，对，哎，攻击是左手啦，所以应该是左撇子吧，应该吧。对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好，再放个第一支针。风寒月跟应该可以轰死他吧，左右开弓，哎，打不死，我可以打得死。 OK， 很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再好，打死了。好，其他人休息。弯轮斩给你去了。哎，我觉得不用哎，我觉得普通攻击就好了。李寒千秀这个攻击力，普通攻击应该就够了。对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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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啊，简单呐、啊，轻松秒。啊，小意识啊。那这个就给我们的叶明龙啊。一群小明龙在围殴一个200块，可以开一排，但我觉得先不要浪费好了。我记得后面还有敌人啊，看能不能挑战，就是不用五品啊，然后把200块解决，可以，但我不想，200，上公园走前门啊，不是前门啊，讲错，哇，走这边 会很危险啊，哎，我想想，右边那一只如果走到左边打。会蛮危险的，哎、好，用飞天神剑，啊，还没打死，阿力嘞，有个烂的，哎，嗨嗨嗨，好，只能这样吗？那我刚好刚好用飞行神剑，浪费我速力。458应该是打得死的。好，解决。还有谁？只剩最后一只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上官员在这里。回风枪给你去，
打不死。哎，好，是这样。好，是这样。是把它，至少把它写到一半吧。飞行神剑可不可以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血太多了。您打一万滴了，还想我怎样？那肚子会凹进去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没想到不用速力攻击200块之王，我却被他的 bug 给击溃了。这样对吗？哦，被他气死了，被这只气死了。换个法术，冰你。应该是冰不住了，对，冰不住，而且很烂攻击力。我只求他不要攻击我，放回法术就好。你放法术就好，拜托你放法术，天罚神脚出来吧！哦，太好了。平时格挡这么烂的，现在格挡一大堆，是这样。去死吧！好像放了狂魔大法了。哎，站这里。画面又糊掉，应该是你的网络的问题。因为我这边的上传影格都有上传好，所以应该是你网络那边突然有问题这样。OK， 可以理解哈。转动转。3246。它攻击范围是一格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放个法术就好了。看一下，它怕冰啊，那我先放个灵智针吧。好，就这样。就让殷建平了结你吧。看你还在拽什么？就算，这样好了。嘿嘿嘿，不愧是苏乔奇的人，不过别高兴得太早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出来吧，我们两把一组光荣的先祖啊，完成我们一致的哀怨吧。连我们这些徒子徒孙都对付不了这些人吗？别小看他们，这些家伙是天地级的独角人物，而且是完成真正结局的，也难怪他们那么难对付。啊，是天地级的啊，我还以为是疾风少年队的。最近临时演员的 case 很多，我都搞混了。啊，管他的，反正打就是了。说的也是，先打再说，咱们上。好，真元是吧？我叫你全面，我刚好全部，爽啊！
舒服。哎，怎么还有一排？是三千四的啊，简单呐、啊。啊，让韩排队，让韩先生排队进去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只要秒前面几次就好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法术就够用啦。再见。哼，哼，这看人家小看我了。哼，知道厉害了吧？都几个？一二三，哦，这个五个。诶，所以我们人要先走下去，对不对？哼，这里。惹我的下场就是这样，四鬼应该是不用动了。替身影可以走进去了，不过算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文件名。好，轻松解决。我好像不用特地走哈、哦。好，我们排好阵型，等前面的人来吧。等一下、哦，还是我们往前走啊？我们往前走好了。这几只先告寒天修。谁火灵神剑？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剩下一只对不对？然后这样的往前走。哦，对吧？我又按到东西了。好。这边。哭哭，你给我哭！哎、欸，怎么变9200了？这防御力特别高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！你哭，我叫你哭！那你叫不敢，我叫你，那你这样不敢啊？断龙斩给你去，防御啊！算了，就这样，懒得重来了。好了，此风应该是没办法破百了。领取不要站那个位置，反正我们要包围住了嘛。他只要这样的法术攻击打不到的话，那紫风会不会被打到？哇，他明200哦，哦，那可以。等一下哦，紫面之咒。好，直接快转。哎、欸，没有想象中的痛啊，才400多哦。没有，那个是跑动的话要一点时间。
这边用鬼神灭火没办法，所以蓄个气，光轮斩。哎，这样子好了。等一下放狂魔大法给韩天修。应该会怕才对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金针分裂，看看可以打多少。6570，还可以啊。那这样要弄生还大法。好，生还大法。哇，这样还补不完啊！哇，这样会死掉，不行不行。哎，天空水不能用吗？哎哎，好吧，这样子。啊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。鬼神灭魄。烂死了，怎么烂？快快快了，再一会儿应该就死了。怎么办？声音已经被沦落到连自己的召唤小鬼都赢不了的地步了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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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啦！不上不下，真的是。OK， 好 ，OK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飞剑神剑解决。不是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真意，你只要给他那些道具，加永久能力的道具给他，其实是很强的。我啦，我是这样子想的。我记得我试过啊，他真的会变强。有一次我是这样玩的，不过这一次没有特别练真印啊。好像200块恶魔比较弱哈。爱的冲锋很强吗？哎，对，没错，接的真是完美啊，我都佩服我自己了。哎，等等，那个 ，OK， 好，可以。如果他打阴剑平，不知道阴剑平会不会被打死，有点危险哦。难道紫风去扛吗？紫风去扛会被打死啊！紫风的防御率是474的话有点危险。我记得扶了起来，我印象中了，好，就走这个位置吧。所以就把他打，应该很好打。
哎，这个位置，好，直接攻击好了。哦，可以手机，拿手机去小区刷条码。哦，是这样哦。我知道可以线上，弄成线上缴啦。但我后来就觉得，因为你拿中华电信账单去全家缴费的话，他会给你一张抽汽车的那个单子的号码，所以我才一直用那个资本。我是为了这件事情。哦，如果是可以用条码去刷的话，那我去全家刷应该也是可以拿到那个条码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有空再研究一下。去吧，我觉得仙女超可以用狂魔大法了。去吧。最近出哦，不用飞檐走壁哦。比较单纯的意思是不是？对，马上鬼，我想去看一下那什么。我突然觉得200块好可怜哦，这样被我惨虐。他刚刚有讲到那个疾风少年队，大家有印象吗？你们玩过疾风少年队吗？那个是在一个学校里面的校园的那个打斗的游戏，也是天际姐出的。哦，升级能力的经验值。OK OK， 了解。哎，啊，好轻松哦。我还以为我会打得很辛苦啊，怎么办？我已经觉得有点腻了。没关系，这个已经最后一集了。疾风少年队还蛮好玩跟搞笑的，我也玩过。然后招式也蛮帅的，它剧情我记得不长吧，是一个小品游戏，小品游戏的概念。哦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我们先把这个打掉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天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哦，这样还可以升等。啊，不愧是主角级的人物，我们果然是只有200块工钱的命。不过我们会再回来的，只要这个游戏存在的一天，我们的怨恨是不会消解的，好好记住吧。虽然还是搞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我们好像又赢了。好奇怪，我觉得这一战倒像是在考验我们的战力一般。嗯，说不定是那个编导出的馊主意，难怪我收到一笔不明的演出费，回头再打算账便是。啊，什么编导演出费啊？没什么，总而言之大家辛苦了，待会我请大家去夏侯兄打工的啤酒屋喝得痛快吧。听说夏侯兄可是那朵红牌，大家排队预约的哦，到时大家要吃什么都尽量点吧，夏侯兄会打个折吧。那还有什么问题？只是我到时可没空陪你们。
喝酒？啊哈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可绝对要坚持熊青儿哦。什么绝对要请客？那我要大块的沙朗哦。哎，人家还在减肥，最近就是没有口福。林大哥，你走在那里干嘛？走了啦，还发什么呆？OK,